座山，山六座庙，庙六个天王大队主笑。地上有座山，山六。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柔啊。首先，武术的柔，它跟舞蹈的柔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武术的柔强调的是要柔中，柔中带刚，刚柔并济。但怎么样形成刚啊？关键就在我们人体每一个关节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如何一下把对方给放飞出去啊？这个发力，像这种发力，我们关键首先是这个路线它不是直线的啊，它一定是要走了一个弧线啊，一个弧线，这样才能把对方一下就给放出去啊，甚至放倒啊。当然我们在发力的时候，可以是一个手，也可以这个手去辅助。然后呢，我们手要跟我们的胯、脚啊，要能够有一个相合啊，一个手也可以